丢了。那个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语言艺术表演者张鹤帆、史爱东，有请。啊，感谢各位掌声鼓励哈。对，表演场接了一场，刚才是杨鹤林还有吴萧泽表演的一个节目，叫玉堂春。是，说的不错，让他俩下去休息一下。哎，可能说的节目太好了，主持人都忘了上来报幕了。这场还等着方针呢。这场报幕爷俩上来给您奉献演出了，这个很荣幸啊。本来原来计划的节目单里边，今儿下午这个我是跟杨东使一个，临时决定我跟我还在这演一个。这个能够看出来哈，这个面相来说年长我好些。这个隆重的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亲师大爷史爱东。哎。这个确实是啊，跟这个老先生在一块儿啊，这个比较开心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毕竟是比我多活了好几十年，对不对？哪个还能多活呢？就是生活阅历，就是来说，就我就很羡慕这种，就是活得很叫长久的人，就是是吗？因为我都怕我活不到四十，那你到不了四十。活得长久，你喜欢跟活得长久在一起。下一场你跟毛飞一起。不用，这一场就已经圆梦了。就是说，再跟我大爷待着。哦，怎么了？喜欢在一块待着，就别抖，别抖，你跟我在一块儿紧张是怎么着？我跟王八在一块儿。我怕你咬着我。哎，跟史大爷在一块儿，确实很开心啊。这个能够在一块儿，而且今天是个周末哈，来了这么多朋友到剧场里边听我们这胡说胡唱，作为演员来说就很开心。谁唱的？杨鹤林吗？啊，杨鹤林唱的。合着头场您都没注意，要注意不注意晚来了就。真行，别开玩笑吧，好，给大伙说啊，咱俩不闹了行不行，大爷？没跟你正经说相声，从现在开始，好不好？你还能算正经的？好好的啊，那个别闹了啊，开玩笑。为什么这个上来以后我们说了这么多你们听不懂的话啊？那你说他干嘛呀你？其实很开心，你开心我都胡说八道。不是大爷，你一个捧哏的，你能少说点话吗？最不爱听的就是说的，你让我跟王八在一块儿，这听众不乐意了。我跟现在这个捧哏的都要成精，我跟你各位说吧。好好说相声行不行？好好说相声，好好说相声。相声呢是一门语言艺术，这就来了。别闹了，他们都听不懂的，来这么多，漂亮姐姐，好好的啊！来这么多朋友确实很开心。刚才说了，相声一门语言艺术，是。哎，作为一个相声演员来说，我们不研究别的，前面学美语，对不对？专门研究语言的，咱们中国的语言不好研究，说实话。有什么？接着前面的话说，地大物博。是，各城有各城的方言，各民族有各民族的语言。普通话有的民族听不懂。对不对？刚才人说了，人说那满语就是属于方言种类啊，对不对？民族语言嘛，哎，要说方言来说更不好研究。每个省份都有每个省份自己的独特的一套话语，这没错。我没说有错的。哎，这个研究成。你妈对你的话产生怀疑了吗？连我不说话，你心里胆儿突的了吧？大爷，从这秒开始，我不想看见你。真的，这个捧哏他不能给他机会。我只要一看你，你的话都机关枪了似的。我没说话，我忌讳你这个捧哏的态度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这个人忌，因为我这个人忌讳突突突突突。哇，突突什么呀？掉头发，管不着。就是说，拿那个各种省的方言来说，哪个省？这甭管哪个省，就咱们大概齐的说，他这个研究起来不好研究，因为说起来的意思可能完全一样。但字数它就会有区别，还有字数的关系。咱举例子说明好了，行，不问你，我自己演。哎，就说这么一件事吧。哪件事？就好比说有什么哥俩住一个院里，哥哥住东屋，弟弟住西屋，就半夜起来，弟弟尿急要上个厕所，啊，不是上岁数你用那个频道。就是说人家憋得慌要上个厕所。什么还有我这上厕所？上厕所呀，出门关门，关门声有点大。哎，他哥哥那就不能录音。东屋他哥哥听见了，有动静啊！你别闹了，贼呀！我就不让你说，你别闹了，贼呀！贼从哪儿来？这个哥哥呀，就问话了。他这一问了，弟弟就答了。哥俩这么对几句话，简单对几句，简单对这么几句话，对几句，咱们对四句行不行？
每个地方说出来的意思完全一样，但字中它有所区别。您说说。那么咱拿北京话举例子好吗？可以。北京话举例子，北京话来说这四句话，一句话四个字，十六个字完成对话，真的吗？没错。十六个字完成对话。一句几个字？哎，没数过。一句话四个字。四句话，十六个字完成对话，这是北京人聊天。四四十六，怎么聊？给大伙演示一下。这门关门，声音大了，哥就得问了：“这是谁呀？”弟弟听见他也答呀：“是我您呢？你干嘛去？上我厕所。”你看，北京人聊天四句话，一句话四个字，十六个字完成对话，这是北京人聊天。还有比这少？要换一个地儿，对了，就可能意思完全一样，但字中它有所区别了，就会比这相对减少一些。问我们哪儿人？问你不是说不让我说话吗？哪儿的人？哪人啊？啊，山东人。山东人。山东人聊这四句话，一共仨字儿。啊，十二个字完成对话。现算嘞。管我呢，十二个字完成对话。怎么说？场景在这儿，正面门一关，正面听见了就问了：“这是谁？”他也答呀：“这是我。”上哪儿去？上边所。你看。四句话，一句话仨字，十二字完成对话，这是山东人聊天。还有比这少的吗？哎，还真问对了。有哪个人呢？东北人。东北人。东北人聊这四句话，一句话俩字，八个字完成对话。这门门一响，这门就问了：谁呀？我呀。干嘛？有没有？东北人简单点。八个字完成对话。还有比这少的吗？有。哪儿的人呢？河南人。河南的朋友说这四句话，一句话一个字，四个字完成对话。怎么说？这边门一响，这边就问了：谁？我抓牛。四个字完成。少点。啊，比这少吗？有。哪儿的人？聋哑人。啊不啊不，什么都说出来，哇，这什么词都说出来。那您是不是老了？是不是脑子不灵了？脑子是不灵。一句话都一个字，怎么再少啊？我不能再少。对不对？不能再少了。你看这是方言来说打比方。我咋说的方言？对不对？这是方我。那这是方言。听相声。废话，听相声哭掉笑来了。大哥，你听着掉笑乐成这样，至于吗？别闹了啊！就是说这是说这个方言土语，您都有可能说咱们现在尤其是到北京是吧，都说普通话，人说普通话是不是就好研究一些了？普通话也不好研究，普通话还不好。最简单的叫人打招呼，它就有区别。有什么区别？咱拿今天现场的观众啊，现场，哎，听完了咱俩这一段破相声，我说你的破相声没我什么事儿，哎，听完了一段相声，啊，人走了，散场了，哎，但是马路上呢，嗯，碰见你了。咱也不管是走路啊，是坐公交啊，坐地铁还是怎么，反正就碰见你了。骑自行车，哎，瞧，骑自行车，俩人啊，正好怼上了，对不对？撞上了，要不然还不认识，就认出你来了。我讲了，我讲了。他说相声吗？他说老头叫什么来着？他说，哎，这老头叫什么来着？屎。不是你轻点吧，我一会儿从你嘴里出来。想你名字，想你名字吗？不好想，人不说吗？屎，对不对？是，屎爱动，没记住吗？记住的人就不能这么喊你屎了，显得不文明，对不对？哦、哪有马路大小便的，对不对？人你才大小便，认识你就喊你了。啊、哦，哟，屎老师，哎呦，您老师，你看是不是这意思？是这意思。但是您琢磨琢磨大呀，啊、哦，咱后台就我们这帮小孩儿。您还算小孩呢，在您眼里边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们看见您了，嗯，我们没说直呼您的名字过吧？啊，没有没有。到后台一打招呼，是不是都是？哎呦，史大爷，论着是这么叫，是不是？我师傅碰见您了，哎呦，哥哥，哎，是什么呀？是不是？说每个人的称呼都不一样，对，各有对不对？而且这个叫人打招呼，加上了地域性更不一样，还有地域性。哎，咱就不出北京，不出北京，咱往东走一点。到通州，离城四十里。哎，通州人喊人叫法更不一样了。怎么不一样？过去家里边排行人多，嗯，通州人好把家里边排行放在前面，把这姓氏放在后边，这么叫人。比如说拿我来说，啊、我姓张，嗯、家里边排行第二。通州人看见我一般喊我都喊我二张呢。哦，好，二张。哎，而且
叫的这人愿意叫，答应这人愿意答应。哦，是吗？真的，咱俩就是俩老通州人，这就通州人了，好吧？好，你在大马路大马路上碰见我了啊？哎，我姓张，家里排行第二啊。你看你喊我二张，你看我愿不愿意答应？好，来一回。你喊我吃一个。二张哎。哎。我乐意叫，你看我愿意答应。哎呦，还真是。对不对？啊。再换个姓氏。啊，您说。我这会儿不姓张了。又姓什么了？我换个姓氏，我姓王。又改姓王了。那我再加点排行第二。啊。你喊我，你吃。二王哎。哎。我乐意叫。你看我还答应吗？啊、再换个姓氏，比如说我姓刘，姓刘了，再加点排行第二啊，你看二刘哎，哎，我乐意叫，你看我乐意答应，你瞧呀，对不对？我再换个姓氏啊，我姓叔，加点排行第二，你好，二叔哎，哎，我乐意叫，我乐意答应，你这占便宜了，怎么叫占便宜呢？哪有姓叔这老头脏心烂肺，怎么没有姓叔的？哪有姓叔的？舒淇。舒淇，舒淇那是女的。舒淇她爸。我把这传了。讨厌，老舍先生。舒庆春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要没有占便宜的意思。哎，怎么？那你也含了我啊？含你也一样啊？没有区别啊？怎么没区别？您姓史，对，在家里排行第12362，这排不过来了，这个好吧？也是排行，也是地儿行。俩屎哎，二屎哦，我记得这个喊二啊，喊两个合适啊，来了，二屎哎，你愿意叫？我乐意答应。嗯，给你换个姓，你来，比如说你姓赵，我又姓赵，加点旁听啊，二赵哎，嗯，我愿意，我乐意答应。你姓刘，加点旁听啊，二刘哎，哎，我乐意答应。你看我还叫，再给你换个姓呢。你姓沈，加点旁边啊，二婶儿哎，哎，我不乐意答应，我爱叫，你怎么不乐意答应呢？你给我叫成娘们了，这个什么叫娘们啊？有姓沈的吗？沈阳的沈，沈阳的沈腾，哦，那我误会了，对不对？嗯，没瞎说，因为你看这叫人的规矩，是到通州又不一样了，咱再往东走一点，咱出了北京啊，到天津叫人更不一样。天津有什么区别？天津水旱的码头有一些江湖气息。哦，天津人叫人愿意尊称一声爷，客气。哎，姓张的张爷，姓李的李爷，姓王的王爷。嗯，哎，但是回答不能回答张爷、李爷、王爷。那怎么回答？为了更尊重对方啊，抬举对方，他要回答一连串的爷，哦，显得更亲切，哎，显得更恭维人。哦，咱俩再演一回怎么样？咱俩一连串的爷，这就是天津味啊。咱俩就是俩天津人。怎么着？马路上啊，我是看见您了，碰上我了。我喊您十遍，您这么回答我一连串儿，一连串儿可以吗？咱试试，来吧，来吧。听见哪个老师啊？来了，哟，十遍，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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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。你唱着了？怎么着？这老头还是个说唱歌手？你不是说一连串的吗？什么叫唱着了？那你这个串儿有点长。那您说短着点儿行吗？啊，老头儿脑袋也不好。啊，我给你规定个数吧，大爷。几个数？这么着，您回答我四个爷就好。几句呢？好不好？啊，几句？不是一句四个字。啊，又回去了。你回答我四个爷，行不行？哦，喊四个爷，能来吗？没十数啊，十数是还行啊。现在没痴呆啊？不是你傻啊？行啊，你傻吗？不傻。你不傻，你这干嘛呢？自个儿呢。来了，关上了。哟，谁呀？耶耶耶耶！好了，好了。要是这么说的话，四个多。那几个？仨，仨，这就蹦底了是吧？仨，咱试试好不好？来了啊，谁呀？耶耶耶！什么叫哎呀？仨也多，仨也多，几个合适？有人反过来，一个朝，一个干墩儿，一个没问题，脆一个一个啊，谁呀？耶！行啊，逗会儿老头开心就完了。哎哎哎，别瞎说屋里头了，哎，俩不合适，俩也没问题。他有再痴呆，他也能听明白。俩显得更亲切。来，你再说一遍。俩显得更亲切，俩也可以的，没问题。对不住了，大爷，来吧，来了，各位啊，使呀，孙子，哎。
这亲切吧？这我怎么还有犟一份呢？没有含量，闹着玩，别开玩笑啊！就是说，我给大伙讲，你看不同的地域叫人，它有不同的规矩，方式不一样。哎，所以说咱们这个语言还是博大精深。是，其实就这么说，不光是舞台上啊，嗯，咱们生活中说话很大的规矩。还有什么规矩？就这么说吧，啊，举个简单的例子。你说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地点，它就分什么地方说话多什么地方说话少。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地方，对，哪说话多哪说话少。说话多啊，说话多的地儿啊，饭馆。饭馆说话多。对，您各位都下饭馆吃饭啊。嗯，他就说您各位其中的一位正在这儿坐着饭馆吃饭呢啊，但是正吃的一抬头碰见一认识人，您各位注意我这个字眼，我说的是认识人，我没说是熟人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只要这个人你认识，一面之交，哎，哪怕关系不太亲切啊，在饭馆遇见了，总有一堆客气话要说，而且这话多不显得多，显得很热情。还真没觉出来，没觉出来吧？各位也甭琢磨，您各位花钱了，甭您各位跟着我联想费脑子，咱爷俩在这现场演一把，这儿就不是舞台了。对，咱也没爷俩了，关系不亲啊，咱就是普通朋友，兄弟。啊，行行行行行，抛开这个辈分这个关系，哥俩就普通朋友，啊，也别哥俩，关系也别那么好，一面之交，就是咱俩就有点缘分吧。哦，什么交情呢？啊，玩王者荣耀我举报过你，就这还有交情呢，还得举报我，加个好友聚聚嘛。哦，行不行？你改正好了，就这个关系，啊，气不气人？哎，就这么关系啊，就这么。我正在吃饭呢，各位，这是饭馆。我一抬头碰见他了，看看你看，咱俩说的话多不多？你看，我那儿吃着呢啊，碰见他了，哟哟，史爱东，张作藩，哟，您这儿吃呢？我这儿吃的，天天这儿吃吗？我天天下班这顿准在这儿吃。哦，那合着您就不回家吃去了？不去了，他们娘几个都吃完了，我在这儿凑合一顿就得了。这太棒了啊！过来过来，干嘛？咱坐一桌吃。啊不不不不。我吃好了，我走了。别走啊，那找我两口热的，吃不下。咱爷俩喝点，喝不了了，改天见。有好酒，喝不了。八二年的雪花勇闯天涯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来口，不喝了，改天喝。回见了，真走了，真走。那回见，回见，再见。你慢点啊，慢点。你问问，还真是很简单的一个关系啊。在饭馆碰见了，就有这么多客气话要说啊。所以说，这就是说话的目的。那说话少的地儿，说话少的地儿啊，厕所。谁刚才说刑场？孩子哪儿都去过。厕所怎么少？各位，我说的不是您家里的卫生间啊，因为您家里的卫生间同时容纳不了那么多人在里边洽谈业务。少往那儿洽谈业务。我说的就是，尤其是这个胡同里边，就咱们后边胡同里边，这种就是公厕。公厕就是那个大通铺那种的，你见过吗？见过，就是那种的。你还睡过呢？怎么着？反正就是茅房。没有啊，就大通铺嘛，离市很近嘛。哇，那个地儿没有聊天，没有聊天了，怎么聊？那也得说两句话。没法聊，看个熟人进来跟他聊天啊。你是来拉屎的吧？这不废话，有这么聊吗？那这个，俩人关系，你找点话题啊，找话题得跟厕所有关系的吧，啊，对不对？你得这么聊吧。孩子，你口味挺重的。行，我就不翻你这包了。跟厕所有关系，咱聊了 啊。厕所是空调没开，带纸的吗？你要说带了，就结束了。啊，你必须得回答他。没有啊，我也忘了。那怎么办？咱俩甭干了他。这不像话，这就是不是无聊。要跟我说这么说呀，啊？怎么显着俩人不近乎？要近乎吗？要近乎，把厕所、把饭馆那套话，你说厕所挪您再说一遍，您刚才抄了。饭馆那套话挪到厕所说一遍，把饭馆的话啊挪到厕所聊一遍啊，照搬吗？照分抓药。原封不动的搬吗？搬回去。你跟那孩子绝对是好朋友。我这是怎么说？咱再聊聊回答行不行？我尽量不往疯了聊，行不行？哎，对，我让你控制一点，好不好？行行行，咱就聊一回了啊。聊一回。各位，这也不是舞台，也不是饭馆了。嗯。哭叉变厕所了，还得哭叉变，好不好？哭叉变厕所了，我正在这蹲着呢，蹲着呢，一低头看见我大爷了，
岳峰，上来呀！行了，上不去，怎么还抬我手了？疼！我掉了，这像话吗？你一扭头看见我了，老头是真的，老头听一下，正在这蹲着呢。啊！一扭头碰见我大爷了。岳峰，我又掉这坑里去了。怎么了这是？换好位儿啊？平视一扭头。平视，平视，蹲着呢。啊，看他了。一扭头，大爷，您都站着拉呀？我也得蹲下。废话，表演，那倒是表演，你有点表演欲没有？行，那蹲下吧，对不对？你稍微蹲个身啊，大伙看看，表演嘛，尽量真实。你看谁看得见我拉得出来，拉不出来啊？你看我，看我，看你什么？来个真实点的。行，哎，这上厕所的，拿这个大爷，这是什么？待会儿别忘戒指。哦，这是手指啊！往哪发？不是，我是让你看看，让你看，没看使劲发，差不多行了。来，看看啊！哎呦，别出来！什么就别出？我听这动静干燥了呀！表演的，表演的，表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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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老头有没有表演欲？是不是个演员？讨厌！痔疮快出来了吧？不是怎么那么费劲呢、啊？这说话呀、啊，沉浸式演出嘛，你怎么那么多事儿、啊？还得沉浸。我当时你先不行。有哎。这拉泡屎有什么好的呢？大哥上厕所的时候不需要助攻。哎哎，摔得疼，张老板，这儿拉呢？啊，我这儿拉呢，天天这儿拉啊，我天天下班这泡准在这儿拉。合着您就不回家拉去了？不去了，他们娘几个都拉完了，我自己在这凑合拉点得了。太棒了，过来过来，咱爷俩蹲一颗拉。不，蹲不下，怎么着？我拉完了，我走了。别走啊！怎么着？您再找我两口热的。接下来，请。